今天大家随便吃，肉管够。嗯，林呱呱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？该不会偷菜的钱了吧？大小美，你能不能擦点屁股？呱呱，你到底哪来的钱呢？这要从我家的一场惨烈战争说起。朱丽姐，你个败家老娘们，眼睛管都管着不得，眼睛都不眨一下你就完了。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我妈给了我2023元，谁信你啊？当我是三岁小孩啊？她也给了你，不信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这就转，你们看，我这样算不算大大的意外收获？哇，你发财了，呱呱！刚才我担心你不够钱买单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客气什么呀？既然林呱呱输了他请客，那一真不够钱吗？就把他留下来洗碗呗。我可不管啊，我还要吃三盘牛肉。呱呱，你看这种吃着你的就把他弄出来，那就不请他呗。仙女们吃饱了，好的，咱们走了。刚才买单的小姑娘说，你的单自己买，请付250。